胸中意，歃血兄弟情，中原狂风起，逐鹿先到矣，雄鹰坠千里，中原为黎明，不为垂帘苦，但求功夫精。保家乡推羌敌，平战乱，枪挑万军，情热许教官百年社稷，赢得猛虎啸天地，全体胸中意，歃血逐鹿先到矣，雄鹰坠千里，中原为黎明，不为垂帘苦，但求功夫精，全体胸中意，歃血兄弟情，中原狂风起，逐鹿先
一道，连夜进京，到锦衣卫衙门交差。明日一早，我带家上朝。父王，君儿，此次为父进京，肩负重任，事关大明天下。王朝生同我欺君之事，为父已经掌握了他的确凿证据。明日我与吴妃一同进殿，当着皇上和众位大臣的面，把他的罪行昭告于天下。君儿，为父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一定要保护好吴妃，特别是他身上的那个账本。明日五更早朝，一定要把他送入皇宫。是。生死成败，就看明天了。九天子，人到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
另一位奉旨觐见皇上。大人请。王爷，穿过这条夹道，就到了乾清宫地界了。这个时辰。 皇上应该已经起身准备早朝了，而九千岁此时还在宫外，正是进言的好机会。多谢马千户一路护送，在下责无旁贷。王爷，皇上考虑，若是马某保护王爷不利，皇上要平了我们锦衣卫南北政府私呢？ 马大人，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？我是奉皇上的圣旨，在惠王入宫觐见。如今皇上尚未早朝，按规矩，我们是不能放你进去的。不如就在这儿等等。等？等到什么时候？嘿，这个吧，要等到九千岁他老人家来了才好定。怎么？本王要见皇上。 还要李锦忠同意吗？啊，惠王殿下，请您息怒。 儿们起来吧！谢九千岁。王爷，辛苦。咱家知道皇上下旨让王爷进京，早也盼，晚也盼，只盼王爷您安全抵达。这么说，有拿李公公记挂了？仓促之间。 没有准备见面礼，就这个吧，拿上来，让王爷瞧瞧。王爷，请观赏。 这只手是无非的，很可惜，他已经死了。还有，他身上那本账册。
让路！给王爷让路！是。王爷，上殿面圣吧。请。原本铁证如山，如今却化为乌有，精心筹谋要在皇帝面前指证九千岁的计划全部成了泡影。惠王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，他仿佛一步步走向万丈深渊。哎，你们快来看啊，手没了，手没了，手没了。哎，侄子死在这儿了。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咱们看着好端端的人啊就死在这儿了，一个手都没了。全是你们的血呀、啊！哎，你们谁看见了？他怎么死的？就是啊，我身上那个人啊，我刚才看见的时候死了，他白手没死，你看他死在这儿了吗？手都没了。诸位爱卿都看到了，惠王单家上殿。朱佑基，你谋反不成，这回没什么话可说了吧？罪在不忍心看黎民百姓受倭寇的凌辱，故才去夺得兵权，实为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并无他意。惠王，你不要老扯着黄将军不放，当王爷的应该规规矩矩在自己的封地上恪守本分，你违反祖制，皇上就得向你问罪了。九千岁说得好，不过朕这里还有一份奏折，是御史秦如晖写的。前几日朕让他去了一趟洪州，这里面附有一份万言书，里面的签名就有几百个，都是洪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写的，他们恳请朕放过惠王。洪州的数万百姓和三军将士也都可以证明惠王没有谋反。朕也深信惠王没有谋反的念头，否则兵权已然在握，大可一鼓作气将队伍开拔到南京，到祖宗的皇陵前将朕一军。可是惠王没有这么做，而是等着退倭之后便主动交出了兵权，仅此一点朕就深信惠王没有谋反之念。皇上圣明。不过与倭寇对阵，黄将军已经早有计划，原本想诱敌深入再将其全部歼灭，可是被你惠王出其不意地抢走了兵符，致使东南战局陷入混乱，这都是你惠王莽撞出兵的结果呀。惠王，朕罚没你三年的钱粮，你没有异议吧？臣甘愿受罚。好歹你也是朕的亲叔啊，你带着枷锁，朕的脸上也觉得不光彩。来啊，把枷锁去了。皇上，母后不必多说了，惠王要在京城多待上一段时间，
再过几天就是朕的生日，朕希望在千秋万寿节上有叔王陪在朕的身边。臣遵旨。惠王一案朕已经盖棺定论，以后谁要在朕的面前离间朕与惠王之间的感情，朕亲手斩他的嘴。惠王，朕如今已经长大，常常思念先皇在的时候一家人坐享天伦之乐的日子。血浓于水啊，朕不怀疑你，想必你也不会负朕吧。皇上，父王，哎，没事了，皇上圣明。父王，吴妃她被暗杀。姓杨的小子我们带来了。你们下手也太狠了，你看这家伙都半死不活的了。我们没敢下狠手，他只是被小五的药粉迷倒了。这下你可老实了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用蘸水的皮鞭给我狠狠地抽。是。杨树，对啊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京城里成千上万的喘气的，我哪知道你是哪一个呀？都成了我的刀下鱼肉，你还敢如此嚣张？你们几个给我狠狠的打，一块好皮肉也别给他剩下。是。脖子上的脑袋扛得太沉了吧？哎，哼，好男不跟女斗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没时间在这跟你花拳绣腿。你别再折我了。
我还有事，我不想跟你打。你要再逼我，你要再逼我，我就脱衣服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别过来，我可真脱啊！你要是不害臊，你就看啊。就敢与我们李家人作对？什么张家李家的？你爹到底是谁啊？天底下有几个九千岁啊？你爹原来是太监总管李锦忠。哎，不对呀，他不是个太监吗？怎么能生儿育女呢？这不是天下奇谈吗？姓杨的，你死定了！我一定要杀了你！这都是杀手，丝毫没有留情。你到底得罪谁了？在下杨树，南华庵俗家弟子。请问，是哪一路的兄弟啊？妇人之仁，罪不可取。这个蛮女招招都想夺你性命，你还留着她的命干什么？你先闪开，让我先结果了这个蛮女，再和你细说。好啊，又来一个。本小姐若是怕了你们这群粗鄙武夫，我就不姓李。李音月，少把你的太监老子挂嘴边。你到底姓李姓王还不一定呢，谁不知道你的来历啊？那个李景忠原本只是乡间的一个教书先生，穷得极了，给自己来了一刀才进宫当了太监。没想到他狗屎运好，做到了司礼监掌印大太监的位置，觉得膝下冷清了，才从乡下抱了你们兄妹俩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金枝玉叶啊？平日里你与你的兄长只会在民间飞扬跋扈、耀武扬威，被你们兄妹俩欺负过的人还少吗？原来你们兄妹是被李锦忠抱养的，那看来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。现在尽享荣华富贵，身居高位，却不知足惜福，还在这里为非作歹。你少啰嗦，本小姐行事用不着你来教训，要动手赶紧的。装什么忠孝节义一大堆的，本小姐懒得听。你想死还不容易，我马上成全你。这是佛门清净之地，别动了杀气。这座庙里供的是观音娘娘，最大慈大悲，我杀了这个恶女人，让疼爱儿女的九千岁心里痛上一痛，这是为天下人报仇雪恨，行的是大慈悲。你要是不敢见血，就赶紧躲远些，别误了我杀人。你给我闭嘴啊！你怎么？我怎么？你这样的官宦子女我见得多了，视自己为菩萨，视他人如粪土。如果我是你爹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你一顿板子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好歹，什么叫规矩。东西，
我求求你。这个世道，心太软，就会衍生祸患。什么地方啊？好像是他的住处。我真的就不明不白的死在这儿吗？喂，你别哭啊，我最见不得女人哭了。那你就忍心看着我死在他手里？他刚才说要一刀挖出我的心肝，你算什么亲人祭奠？哎，这个一定是你爹九千岁造孽，现在仇人呢寻上你要报仇，你早就应该知道种得善因方结善果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你赶快把绳子挣开啊！他还挺会绑啊，就这么粗的牛皮绳。啊，你挣不开吗？嗯。哼。我还不想死呢，我还年轻，还没嫁人，我家里面还有小猫、小狗、小兔子等着我喂。哎，后会有期啊！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姓杨的，你真见死不救啊！扶起来。舒王还想对朕一直隐瞒吗？早在舒王入京的时候，你便遭到倭寇的拦截。如果不是堂兄和众高僧的相助，舒王已经惨遭贼人的毒手了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朕？你我虽有君臣之分，可我们血脉相连。如果有贼人敢行刺于你，便是对朕的不轨。这个，皇上，臣当日实在是不敢妄言。您也是奉子龙孙呐，大行皇帝是你的亲兄长，而朕是你的亲侄儿，难道你连朕都信不过吗？啊，不，皇上，该刺客身后的势力不可小觑，臣唯恐妄言之下，朝廷震荡，天下大乱呐。那朕今天就给你妄言的权利，告诉朕，朝中大臣里是不是有人暗通倭寇？让庞庆立刻派个得力的心腹，把信送到洪州黄超生的手里，要快。千岁爷，这封信还是让奴才去送吧，交给奴才，更让您老人家放心呢。你老实跟我说，我是不是老了？哎，不不不不，是不是疏忽了？竟然把跟倭人合作的事情全部交给黄朝生。哎，他那么不小心，竟惹出这么大的祸来。这个黄朝生啊，是该重重敲打敲打。他一个不小心，给咱们捅了多大的娄子，弄得是人仰马翻呢。幸亏您老人家出面，才平了这个大麻烦，不然呢，咱们老少爷们儿啊，都得跟着倒霉呀。还好这次能够瞒过皇上，
不过皇上渐渐长大了，就要亲政了。加上朱佑基拿着这个把柄跟我斗，后患无穷啊。惠王既然已经知悉内情，那他肯定要和咱们过不去啊。以奴才的意思，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。朕早就知道李进忠这个狗奴才在朝廷之上一手遮天，但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暗通敌寇。叔啊，朕明日就选你上朝，你我治他一个欺君通倭之罪。皇上，臣失去了仁政。法术在朝中已是枝繁叶茂，爪牙甚多，要想扳倒他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。那以书王的意思是请皇上派心腹手下赶往洪州捉拿黄朝生，此人是李锦忠通倭的同党，将他一举拿下，从他嘴中套出口供，到那个时候皇上便有确凿的证据，置阉党于死地。好，朕马千秋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承平日久必生妖孽，自有一小撮跳梁小丑暗通倭寇，乱我大明河山。今朕密令爱卿南下洪州，将通倭同谋当今靖海将军黄朝生秘密捉拿，并速带其回京复命。钦此。魏那边已经怀疑到九千岁身上了。对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帮您把您的对手统统都杀掉，这样免除您的后顾之忧。九千岁，您意下如何？不急，猫捉老鼠的游戏也得把老鼠玩够了再吃。如今咱家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想请先生你帮帮手。请九千岁吩咐。众爱卿举杯。今天是朕的寿诞，三殿称商，九一就列，众爱卿都满斟此杯，与朕共饮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皇上，为庆祝皇上的寿辰，咱家命人从西华门到奉天门各街市路口张灯结彩，齐聚四方之乐，亭台楼阁，采芳画廊，百戏杂技，载歌载舞，比比皆是，让城内万千百姓祝贺吾皇万寿无疆。还是你细心呐，听上去这般热闹，等朕完毕了大事，便也要启程到城头上去看看这坊间欢乐的景象。今日之大事便是庆贺皇上的寿诞，朝廷的琐事放在一边，
今日里君臣同乐。朕也是这个意思，君臣同乐呀。九千岁，八百立即报。要事急奏。什么事？靖海将军阵亡了。什么？靖海将军带兵出城，剿灭一股为非作歹的倭寇，不慎中了他们的冷箭，军前阵亡。千真万确。折至总督，连夜八百里抵的折子。是。